让我把它下锅煮了。看看这帝王蟹的肉有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好吃？高端的食材往往使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，所以我们只是把帝王蟹煮了一会儿，现在应该就可以吃了。但是我想到了更厉害的吃法，今天我们做帝王饺子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把帝王蟹的蟹肉做成馅包出来的饺子，想想都很刺激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看，一整只帝王蟹竟然就这么点肉，实在是太气人了。不用忘记你这是多少钱的了。帝王饺子完成，下锅。 A few inches later。这饺子白里透红，看起来就有种莫名的尊贵感。来一口。帝王蟹肉的原始香味被饺子皮紧紧包裹住，没有丝毫流失，实在是太棒了。这道帝王饺子你值得拥有。